可进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勾，好勾，嘿，抢银。没抢到，上香头糊了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你咋的呀？咱俩平 A 呀？我把他这个也打了，挺可心呐。把你炮台拆了，保持积极。一毛，没事，你算着，一会儿多少我都给你抽，你放心吧，不会赖账的。抽中，平 A。大头带的是虚弱哈。来吧，大发明家，重抠，跑的是挺快呀。炸！嗯，它比设计图还小。你放几个，我拆几个。哎呦！你放一个，我拆一个。哎，我看你能放几个。哎呦我操，给盾还行，一换一可以接受。那银马闪现从屁股后边踹我，我天哪，这个样子吧，永远不会消失。你怎么跑了呢？你螳螂也去打不过银马，简直是耻辱。哎呦，抠一下，一下平 A 一下，减速再平 A。科学的甜美气息。来了，泰坦。抓到你了。吃他一层塔皮，我们就回家了。拉克斯大招是改了吗？我记以前 R 技能
射死小兵或者是人捡西地啊，不捡西地了。这中单起装备起的好慢啊，五分钟连一次的章节都出不出来，中单是真是不太行。谢谢李全国啊，还有三分钟开奖，来个666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把你炮台给你拆吧啦一下，哎呀，不过这玩意儿杀人确实挺费劲的，不好杀，先把他炮台拆了。我现在能 Q 到他，他应该差不多就能死，刚好够斩杀线。与我一同闪耀，人没了，回家了，一会儿混吧，这玩意儿打团混。太难了，哎呦，别人马也有闪哈，哎呦，我早点闪好了，其实我有点贪了，我想看看能不能把大头杀了，我这一波差一点点虚区，他给我套虚弱了。早点闪那是你们，我们欧式玩家从来都是想着怎么反杀而不是怎么逃跑，明白不？两波了，别没完没了的，那俺们家打野上哪去了啊？没完了是不是？整个破逼大头还他妈这么干渴，真是没完了。光辉闪耀，历史家园。这个球没中，挺可惜呀、啊。喜欢彩虹吗？
真他妈的猥琐！哎呀天！没事儿，那大头36个兵门都不出，塔都不出。好奇心的结果就是你他不能去，去了也没有用。推一下去游走，不用游走。他爱补不补，他不补刀我就跟他混呗。我们家优势，我干啥游走啊？我有什么好游的？我才不游呢。11分钟36个兵，还玩呢？带上微笑就能带去光明。可让我找到机会了，你别让我抠着你。拉克斯我觉得吸地海吧，要不没事，我马上到。蓝也没有，这螳螂也不能干啥，你看不见是人呢。不过拉克斯确实不太缺蓝，我们出完炉灯回家。这个算了，就这么地儿吧。一会儿打团我就开混，我美甲窃魂卷。来下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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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快快下路，这边能杀，快 ，quickly， 先给个大 ，QE， 这寒冰怎么连动都不动一下呀？这寒冰，哎呦我操，这寒冰，这寒冰是怎么吃错药了是吧？无限战撸！哎呦我操，他这个寒冰挺有意思啊，他不动，你知道不？这个人，这个人，我本来以为他会往右边走位，他一个走位他都不走，他不动。下一回我们就明白了啊！如果寒冰是这么样子玩的话，下一回我们就明白了。还是法穿海吧。他往哪走我们就直接抠他就行了，主要我没抠过这人。过来补炮车，炮车都他妈不补，这大头你玩个屁中单，我操，
60个兵。后边谁？给你套个盾来，哇！来，杀寒冰！这寒冰真一下没不走啊！来，能不能 W 到？漂亮！还给盾。美甲窃魂卷差点钱呢，我那蓝 buff 都拿去了，为什么一个蓝都没看过呀？来个人，来个人，来个人，算了算了，不用人了，拉倒，没事，我这自己想，不用去。好、哦，哎呦呦，哪来个熊？我操！哪来的狗熊？大地如血。我这狗熊怎么来的？给狗熊了。美甲窃魂卷差50。光这种东西永远不会消失。我这都助攻没啥人头啊，我得想办法捡几个人头了，不能再当工具人了。怎么全跑了呢？跑啥呀？我操，这打一串完事你们都跑了，扣这人马然后一顿跑，为什么跑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那狗熊连大都没有，我操啦。这红不要了吧，我要了没用，我们要红。那狗熊其实有点打不动了，我装备不算太好。带上微笑，狗熊都有血色了。上去没用了。哎呦我操！那寒冰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走位呀、啊？
盯一下。大笨熊，给个蓝，保持积极，来个蓝 buff。真难玩啊，快走快走，死了啊。闲聊时间已经结束。后边有个狗熊，狗熊要来了，狗熊要来了，狗熊要越塔了。哎，你怎么下去了，兄弟呀、啊？里有眼儿。没有蓝呢。后边银马，哎，勾他，嗯，哎呦，我这也能杀人，漂亮。我是没想到的啊，我就是想清个线儿，其实。如果我道歉，你会好受些吗？这我是没想到的，我这杀了个大头，慢慢混吧，没关系，慢慢混。这拉克斯慢慢放技能抽奖，我 poke 没事，嗯，慢慢打。轮着妈装备也不错。光辉闪耀，便是家园。那你先 poke 吧，嗯，我先 poke。
那还没人有大，对，轮着妈站我前面。确实离谱，哎，这银马不把他杀了，我天哪，你能不中？给我杀！后面狗熊，给我杀！兄弟们，还我笋干暴打大龙，这不翻了吗？我看这边怎么躲、啊？快！注意点银马，不会的，马上开机。你是没开机开起来吗？我把这跳弹给他打了。银马啊，银马，先杀银马，对，先杀银马，我支援你个大招，好了，打，这回打龙。重启一下吧，再摁一下这个。保持积极。先来个猫的。你们先进，我不能往里进啊！大笨熊，大笨熊让他冲 ！FG 给大吧，给 W 盾。先杀熊，炸，给盾，一下炸 ，Q 中。我不太敢跟这寒冰玩，我说实话，我不一定能玩得过他。还好轮着妈伤害比较高啊，把龙打了来，我不一定能玩得过他，我不太敢玩他。啊！哎，你跑了，你这不能跑啊，轮着妈，我龙魂呢、啊？哎呀，你拿命也给他换了呀！我天哪，你赶紧打一千滴血，你不给他打掉了吗？这哪能给了呀，我的天，我服了。我们尽情闪耀，如同钻石。白打，哎呀，龙魂没拿到。轮着妈可能有点吓着了，
我马上升16，不能被先手啊，我们往后点。那寒冰有大，我们稍微有点烧上去死了就完了。嗯，螳螂把大放了，这位置很差呀，兄弟呀、嗯！我说什么来着？阿妞，一下炸扣一下，碰了因为阿妞一下，我先把这炮台杀了，先把这炮台打了，对。那狗熊也没多少血。我一个大加个轮着妈的 Q 应该能把这大头收了，轮着妈没 Q， 你怎么又把蓝打了，我的哥呀！我怎么的？我这7513这么高虚区的拉克斯还不配拿个蓝吗？你能不能给留个蓝 buff 啊？从来没来过这里。32分钟，一个蓝都没有。来个850，先别打啊！咱先来个850，最后一件来个啥呢？我已经23层美甲窃魂卷了，我来个巫妖怎么样？或者我来一个女妖也可以，我来个女妖不怕她先手，我可以上去勾引勾引。金身不太有人能打得死我。哎呦，女妖吧，女妖好一点。那寒冰大我旁边没人就完了，不行给了吧，给了给了，不行就给了。先上寒冰，啊、我就是风暴。龙没打下来还行，龙没打下来还可以接受。不是快背锅，不行给了，其实行。我们这拉克斯没有位移，就得处处小心，你知道吗？我得比别人更小心才能行。刚才没小心，刚才主要是你们干扰我了，我的思路没有在这场游戏之中。我在想别的，我在想到底是出金身还是出女妖。远古龙，20秒大，没事。
把我射中了。我靠！我已经觉醒了。不行了，打不过了，我们只要死了就完了。我的美甲窃魂卷变成了三层。你回家吧，家没了，远古龙其实已经无所谓了，我们基地要爆炸了吧。哎，漂亮糖糖，你那7000多血你下来干啥呀？哎呀，他们不推，我告诉你们，一切皆有可能啊。对面敢不推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对面居然敢做这种事情，他们家居然敢不推，我没想到。终于我们在螳螂死了的时候拿了一个男 buff。 还是得往后点，我没办法上前面，我先把大头打个半血。哎，这干嘛去了兄弟？天哪，别给我烫死，快跑。一个，差一点点。算了，保一保 KDA 吧。进。